高雄的朋友们，然后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来到盐埕埔站，也是时常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，然后真的很希望你们可以继续陪我们，就是美梦成真，继续陪我们走下去。谢谢所有有购买我们 EP 的朋友，然后用精神上支持的也好，还是行动上支持的也好，真的很谢谢你们，谢谢来，最后5秒钟拍照，5、4、3